哎呀，你家来姐了，哎，快进快进。小伙子，谢谢你啊。没事儿。哎，再见啊。再见。你是？哎呀，你是老米大嫂。对呀。哎呀，大嫂，我可找着你们家了。哎呀，你找我有事儿啊？哎呀，确切地说，我找你老伴儿有事儿。找我老伴儿啊？哎，怎么个情况啊？啊？哎呀，大嫂啊啊！你老伴儿啊，那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啊！要不是大哥，我孙子的命都没了啊！他还救人了，可不是吗？干这么大的事儿，转身就走了。哎呀，连声说谢谢的机会都没给我。哎呀，大妹子，你说我老头从来不出门，这一出门干出这么个惊天动地的大事。那你看，快坐，快坐。你家也太难找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哎，要说你家大哥呀，哎呀，人家干好事不留名啊，境界呀。哎呀，那算啥境界呀？干完事儿，鸭子巧动的不留痕迹，那才叫境界呢。嫂子，你太幽默了。幽默来源于幸福吗？哎，那个大哥在吗？啊，病了，感冒了。感冒了啊？哎呀，这多不好意思，这肯定怪我，肯定是因为我孙子感冒的。那啥，你看我买了点营养品给大哥补补身子啊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客气干啥呀？俺老头感冒和你孙子没关系。哎呀，咋能说和我孙子没关系呢？我孙子不是掉水了吗？啊，那大哥呀，王家就进去了，胡家就把孙子捞上来了，老英勇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，大妹子，我老头下水了啊！哎呀，大妹子，我可不跟你吹呀，我老头那水性一般人比不了，真的。我跟你说，那回合吧，我老头从这边进去，哎，能从那边出来。哎呀，那辽河吧，我老头从上游进去，能从下游出来。哎，那大海吧，我老头从营口进去，能从大连出来啊。嫂子，你太幽默了。幽默来源于幸福吗？哎呀，让你这么一说，我都感觉特别的幸福，是不是？快喝水来。哎，那个老米啊，啊，你说咱家那个网球拍搁哪一场了？你说咱家那网球拍你还不知道搞哪儿，都看着你了，自己拿去。妈，你说我现在这个眼啊，就能看见老米，别的什么都看不见呢。妈，你吃。哎呀，你咋的啦？哎，这不昨天上那个浑河嘛，看一个小孩掉水了，我一把给薅上来，可能着点凉。啊、大哥。大妹啊。哎呀。哎呀，万顺妹妹，你怎么着下来了？你说我是来感谢你的。哎呀妈，你就是客气呢，谢什么谢？碰上这样事不是嘛哈，四个人他都能下去把他孩子捞上来。你还发烧吗？有点儿。哎呀妈呀，妹，你手太厉害了，你这么一摸不是嘛哈，好了呢。老王头，玩不玩了？啊，好啊好，那个什么大妹子，我去打个网球，那个场地是租的，你可等，别走啊，千万别走啊、哎、啊那个来来来，你什么时候叫我不行？别走妹子，你别走妹子，还没什么时候叫我、哎、那个妹子，我问问你，你那孙子是他救的？哎呀，可不是，就这大哥救的我孙子啊。哎哎妈，哎呀，是不是老王进来了啊？拿完网球拍就走了，你快回去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你放心了，快点回去躺去吧。哎呦，我是不是看着不该看的了？大妹子啊，你自个儿搁这捣鼓啥呢？那啥，这老头一直在屋啊。啊，哎呀妈呀，这多危险呢。有啥危险的？这也太可怕了呀。哎呀妈呀，看这病的不轻。没啥大病，就是感冒了。哎呀嫂子啊，你快去。你呀，别怪我这人爱多嘴啊。你说这要两个人碰上了，那得多尴尬呀。妈呀，那有啥尴尬的呀，我都习惯了。哎呀妈呀，那碰上不得打起来呀？打啥打呀，都半辈子了，我都习惯。妈呀，半辈子在一块儿来的？少说也30多年了。
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哎呀，这个好维持人呗。哎呀妈呀，这心得多宽呐！心宽不宽我不知道，反正我这人吧，没心没肺，除了吃就是睡，要不咋心宽体胖呢？是，我承认是挺宽，要不能装下俩人吗？俩人，还有呢。这大嫂让我刮目相看呢，这家玩的也太开了。哎呀，大妹子，你说啥开了？不是，你就是那大功率的空调。啥意思？一拖二。啊？二一拖二的多钱呢？哎呀妈呀，你咋又出来了？我问问你，快快出来，蒙上脑袋，这样看着你好看呢。看来真是一拖二。哎呀，这人老出来。嗯，嫂子啊。我这人吧，真是爱多嘴啊，也可能是我敏感哈。啊，我觉着呢，从力学角度上说，这三角关系是稳定的，要是从婚姻家庭上，这有点危险。他妹子不怕你笑话，我就念二年书，从来也没学过什么三角四愣啥的。你知道那个故事吧？啊，鸠占鹊巢。不知道，那鸠是啥玩意儿啊？鸠就是鸟，鸟就鸟呗，还鸠它干啥呀？你听我跟你说哈，就这个鸠啊，不是鸠鸟，占了人家喜鹊的窝，那是啊，鸠鸟你感到幸福了，那人喜鹊上哪儿去呀？你没替人喜鹊想一想人家的感受？对呀，那鸠鸟在人喜鹊窝了，哎，喜鹊上哪儿去了？哎呀妈呀，这都明着眼露的事儿还问我？哎呀，我明白了，你说我多笨，是不是那鸠鸟进人家窝啊，给窝给整漏了？哎呀妈，啥漏了？我这都看见了呀，亲眼看着整漏的吧？我这不看这里头一个，外头一个吗？妈呀，窝里头一个，窝外头一个，那肯定漏这窝。大妹子，这故事讲的太有意思了。哎呀妈呀，哎呀嫂子你太逗了，还我讲这故事有意思，我讲这故事也没有你有意思，你看你这生活丰富多彩的多好啊。大妹子啊，你说的是好话呀？哎呀，好话赖话自个儿寻思去吧。啊，那啥啊，这个我是给那个大哥买的啊。啊，哎，哪个大哥呀？不是，哎呀妈呀，我刚才沿着一拖二叫你在屋，你就又出来了呢。 你是谁呀？哎呀妈呀，这人脸皮也太厚了，还问我是谁，都不知道自个儿是谁，白瞎那老头了。哎，不是，白瞎哪老头了？哎呀，他说的是那谁，这是谁呀？这是啊，谁？你说你们能不能让我在屋里踏踏实实睡会儿觉了？妈呀，在这儿能踏实睡着了啊？不，你在哪睡？你们这么一吵吵，我也踏实不了啊！闭嘴吧，我不愿意跟你沟通。我说啥了吗？你还说啥呀？从那儿出来这一道，环境就污染了。我这嘴里头喷的是汽车尾气呀、啊！不是，就你在哪招来？哪领来的？这是？你听我说啊，他吧进屋说那些话我都听不懂。来前刚刚唠的挺好，这人耍赖，唠唠嗑就开始扬沙子，闹闹玩就开始抠眼睛，还说什么力学三角又揪啥的，揪是啥意思？不是，你俩也在那装糊涂呢？你还不明白咋回事啊？我就应该代表月亮消灭你们。哎呀妈，我才弄明白呀，你是从月亮上来的啊？那你回月亮上忙去吧。你以为我愿意待呀？再见。没了，我回来了。哎呀大哥、你回来的挺好。看在你救我孙子的份上、我得奉劝你干嘛？没事少往外边溜达，看住你的窝，
鸠来了，天意呀！哎，你先别走。你刚才救谁了？我揪你头发了。你吹，你能救着吗？你刚才干什么？你说。我干什么用你管呢？你管得着吗你？是你干什么我管不着，但是你把他气成那个样，我还非管不行了。我还，你看怎么这样？我把他气那样了，你气他好几十年了，我就没了。我啥时候叫他气好几十年呢？不是你，这不都你把他招来的吗？你说你要不招他来，你说上咱家一天来好几趟。你瞅瞅，你又来这套了，小心眼是吧？我就把他招来了，你爱咋咋地。这你恨啥呀？你看人家老王头还能救个孩子啥的，你可倒好，吃啥啥没够，干啥啥不中。我这一个酒的滋溜滋溜，吃那花生都嘎嘣嘎嘣，睡觉你扶气扶气的，你看你那胖样，你要命！大哥呀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。不跟谁一般见识？真傻逼了，这个胖老头啊，才是老米太太的老伴儿。那我这恩人大哥呢？是老米太太老头吧？啊，是吗？是老米太太的邻居。哎呀，你这差咋的？做个大木山子还剩大裤衩子呢。这啥事儿整的，太不好意思了。这干啥事儿啊？谁和谁两口子都整不清楚啊？那也不怨我呀。你说这社区一眼出他俩就演两口子，一眼出他俩就演两口子。啊，演两口子就是两口子。我问问你，演小品那郭达，他媳妇是谁？蔡明吗？那范伟他老伴是谁？李杏啊。那潘家江的媳妇是谁呀？黄小娟呗。没有呢，这我说，不是你这孩子叫什么来的？百货呀。你把那摆那去了、啊，你就是个货，你。我跟你说，你这孩子你怎么回事？你那脑有病是不是？咱掉墨了，进了水似的，你怎么掉糊糊的？哎呀，没事没事。你说你怎么乱讲话？这不影响我的形象吗？啊，还给我们两个随便牵线吗？哎呀，对呀，属你是单身，你也是单身。你俩不正好吗？就，哎呀妈呀！你说啥呢？我是来感恩来了，不是来相亲来了。再说你说那话，我能相信呢？大哥，你真是单身呐？